三十块钱够不够啊？三十够了，这个很好，顶呱呱给你嘛。三十块钱呢？啊，新加坡嘛？台湾有没有十年还是十二年呐？十三年。台湾都不错嘛。台湾好比。啊，台湾的姑娘啊，就是很美丽嘛，靓好吧？ 哎，俾埋你啊，真系好靓啊！好，谢谢你啊，再见，多谢马卡西。收啊，老友，使唔使要埋20蚊啊？ 20蚊啊，叉烧啊嘛，唔要行噶吓。哇，好靓，真系全个世界都睇到你噶。嗯。使唔使落啲汁啊？ 我俾要买一边啦，我话真系，呢啲我啲人师傅啊，真系精啊你，使唔使要少少鹅颈啊？咩都唔要，唔好，吓，百一蚊，百一蚊。 我嚟啊！我系啊，不肥不瘦，我而家瘦，系啊，我老婆叫我减肥啊。
肥啊，同我离婚啊，咁啊焗住要减肥啊嘛。佢同我讲：你老公你太胖啦，如果你不减肥，我就同你离婚噶嘛。所以啊，我现在系咁瘦啊，减肥啊嘛。好，要唔要啲针？喂。好，一分钱一分，啲靓猪嚟咯，咪就何成烟。嗯。哇，原来。鸡头啊！鸡头你俾个大坑你啊，再出翻少少个。咦好啊，三又旺啊，真啊！好，要唔要啊？呢位哇，又热辣辣，哦，冇得顶，又瘦又热辣，喂，嗯，好，好，嚟啊，我，真啊，好靓，好靓，好靓，好开，走，喂，好靓。靓嗰啲影到两影，几瘦啊！我话认真，哇、哦，几靓啊！嗯，老板呢度烧味最靓。旺旺嗰间边度啊？上北街嗰间咩啊？排队买嘅嗰间新。新强记。咩啊？又话俾佢影影到个，影到个而家街市红文啊！影到啊！喂，我顶。阿我同喂有冇架餐俾我噶？我未走啊，你个。即系肥仔运嚟嘅，我听日先买。好好啊，买嚟拜山啦。得唔得啊？依啲啊，成日影啊。哦，黎成你有食饭啦？热辣辣啊，面先啊！